七十七岁老先生骑机车上快速道路，一路逆向，骑在快车道上。原来他从高雄北上要到彰化找朋友，骑错路，还误闯快速道路。反问民警，是我骑错了吗？即时拦下，没出意外。但苗栗这起逆向车祸却害人，倒霉摔车。 阿嬷骑机车逆向，前方骑士不断回头张望，果然下一刻意外发生。三十岁男骑士疑似被逆向阿嬷吓到，当场车头意外摔车倒地，逆向骑士还状况外，竟然绕过他扬长而去。目击者立刻冲下车来帮忙。幸好受伤骑士只有轻微挫伤，没有大碍。警方调查，原来是妇人一路逆向，害得后方骑士吓到摔车。警方将追查逆向车辆，并要求车主到案说明。记者中部综合报道。 我是戴立刚，也是气象专家，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，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。当然，更重要的天气内容呢，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。更多的新闻讯息内容，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